妈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你快到台下坐着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在下边给你照相啊。哎，你好好演啊，今天有名的制片都来了好几个呢。我知道了。嗯，好。杨梦归、宋慈，过来就位了。哦。哎哎，你这都上台了，你带着剧本不全都穿帮了吗？我提醒你有错吗？你以为我跟别人一样看你红就想巴结你？谢谢你提醒我。好多人呢，大家都在盯着我看。死定了，台词是什么来着？是什么来着？我刚刚还记得。完了，他忘词了。我知道你回来，杨梦归，我知道你回来。你居然帮他？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帮戏。你回来。你回来。丢大人了，这幕布要是砸下来就好了。你一定能猜到我回来，我怎么会不来呢？他改了台词。还好宋慈有经验，帮他接上了。他在给我救场，我好像想起来了。你不要紧张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害怕的时候，你只要看着我就好了。我常常坐在这里愣神，看看天空，看看远方的灯火，想象着美好的未来。我一直在默默地看着你，希望得到你的注意。可现在因为我的身份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哎，他今天状态还不错啊，台词比平时好很多。不应该骗你的。
听正门了，宋慈应该从那边出。走走走，我们走，快走走走。等一下，注意安全，我们不能给哥哥丢脸。好的。红的手机壳那个，退回去。哎，快看，宋慈哥哥来了！宋慈哥哥加油！没事儿，就是一点点的擦伤，您真不用过来了。哦，啊，是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去医院，虽然是一点点的擦伤。也得让医生看一看。好，啊，对了，那个不要透露的太多，然后您再告诉宋老师，让他也放心。哎，好，放心，知道了。他们这儿打算给我办葬礼啊？差点就办了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万一砸伤了怎么办？你怎么想的？想救杨梦鬼啊？哥，微博也先别登了，新冠团有上线记录。嗯，知道了。先让他们哭会儿，已经上热搜了，你这下也没算白。把我忘掉，想站在开始结束间，一场持久的爱情。